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什么这一集要拍关箱啊，关箱你知道开有开箱都有关箱啊，你都没去小恶魔看过啊？哦，有啊有啊，开箱有关箱好不好？我们的2020年的 BMW 的218 Grand Coupe GC 关箱。时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两年就这样过去了。两年了，两年啊，刚好满两年。端午节，我端午节签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刚好就是满两年，贷款也缴完了，那就可以把它关箱了。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关箱跟用车的心得，有一些缺点跟优点。我看看，尽量看看有没有优点啦，应该是有啦，好不好？没有太多缺点，就是优点了嘛。好，首先因为今天下大雨，我不知道收音好不好，但是这个车 BMW 的车都是这样，不要说是这台车，很多车款也都会，不止 BMW， 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了，下大雨的时候头灯都会起雾，有没有？但是你好天气，或者是你有开大灯开久一点的话，它慢慢就会消退，因为它有通风口，有通气孔会消掉。然后这一台车呢，使用两年的期间都是原漆，完全没有考过漆。这我可以保证，我车主，我们这个诚实可靠小狼精绝对不会说谎，所以这个可以跟大家证明，这个用性命担保没有考过漆。好，如果有考过漆的话呢，回来找我，我整台吞下去。两年前我们这一台车的时候 ，YouTube 频道才多少订阅而已，十万吧，应该有。好吧，话说到这里，你剪片的时候回去查。好，附上来，我们那时候还多少订阅而已，买这台车，一瞬间两年过去了。那刚除了第一个缺点我讲的这个会起雾以外啊，刚讲原漆，还有一个地方是那时候5000公里还3000公里掉漆，不知道是原厂还是拖吊车去 K 到的，有没有？那个影片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我没有去找他们理论，在这边带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有点擦伤，好，我也没处理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代表我开车技术还是 OK 的吧？好，还是 OK， 两年的时间嘛，两年，我还讲。我多少检查，我连铝圈都无受伤啦。但是你拢无咧开，我开19000两年开19000，一年也差不多开快10000了呢。我保养了3次，好跟大家分享。那第一次我记得是我自己回去，那次有拍片吗？好像有哦，应该有。黑玫瑰嘛。哦，对对对对对。第一次回去是黑玫瑰，他没有做了。哦，玫瑰后来跟我说他没做了，是谁跟我说的？好，不管啦，反正后来他就没做了，我不知道我们骗人害了他。我们总共保养了3次啊，而且最后一次就是我要卖了，我在4月底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没有在用这个车子了。那我想说，反正要交给下一个车主了嘛，要卖掉了，我就在4月底的时候我就有去保养啊，保养完应该开每100公里，所以这个回去也直接可以上路使用，不用保养，然后原厂也还在保固，还有一年的保固，好不好？最容易受伤的铝圈在这边停车嘛，对不对？没有受伤呢，你看啊，有啦，这边有一点点啦，搞不好不是你，搞不好不是我开的啦，我认真讲，因为我没有印象，这边也有嘞，妈的，好不好？后面的话应该没有，后面也有啊，这里耶，好不好？这里耶，有没有可能是我？好啦，不管啦，就这样好不好？很奇怪哦，它保养越来越贵，我第一次回去我记得是6000，第二次6000，第三次变9000，没有啦，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放油螺丝什么的。放油螺丝垫片啊，上面五 A 上面滤网啊，什么都换掉了，所以最后一次最贵9000块。我觉得这鼻孔算很刚好了。你有没有看现在那个四的鼻孔拉到这边来？我跟你讲，我真心不会觉得大鼻孔难看，我觉得难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牌这么大鼻孔，然后中间插一个大牌，你不看就不协调，就奇怪吗？人家说大鼻孔难看什么？可是我觉得看久了好像还蛮搭的，可是看到那个大牌就软屌，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啦，等一下被车主干掉，我们上路了。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那小心开啊，刚收到消息说卖掉了。我还要去买 BMW 原厂香氛香氛呢，我还买补充包换里面一条东西，像卫生棉条的东西。哎呀，真的，我给你看哦，有哦，卫生棉条。有没有？这里面换这一根啊，它是固体状的啊，这就送给下一位车主了。你看，刚好塞在这，有没有整体感？啊，看卖掉了。好，首先这个车开那么久，竟然都已经都是别人的姿势了，
本来这椅子都是我的形状，现在都变别人形状了。好，首先哦，我当初其实设定两年就是要卖哦，可是如果好开的话，我会舍不得卖，对不对？嗯。但为什么没有舍不得？就是我那时候买错。前面影片有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这个是双离合器的自手排，所以呢，它在起步的时候绝对会蠕动，尤其在冷车的时候，然后你用 comfort 的那个一般的正常的 normal 的版本的那个设定有没有？你油门吹一下，它会有那个蠕动感。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因为它有手排车的特性，所以你看哦，我现在只要放掉油门，我们现在在斜坡，对不对？嗯。哦，会有那个放离合器的那个蠕行感，我觉得那很不舒服啦。那个尤其是在冷车，然后从我家的那个以后阿呆新家的那个家的车道要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都会有一个蠕动感。我觉得要归咎于我自己不喜欢那个双离合器的那个蠕行的感觉。所以你看它现在这个起步啊，尤其是在一二档衔接的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顺畅。好，蠕行感它就是要撸几勒撸几勒撸几勒，哇呵，你敢摘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椅子真的很舒服，这个是它的真的是最大的优点。我觉得 BMW 座椅在质感上面，跟在乘坐的舒适度，跟真正的包覆性上面，真的有取得一个平衡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喵摸的我老婆都说这椅子很好坐。这椅子算很棒了吧？我老婆够尿了吧？好险她最近都没在看片。我觉得这椅子真的乘坐感很好了。那内装质感的话，其实就这样啊。对啊 ，B N W 的车就是法丝纹、蛇皮纹，然后哦有啦，这一代多装了什么，多加了气氛灯。那这边也是钢琴烤漆。那钢琴烤漆人家讲哦，钢琴烤漆其实很容易刮伤。那再一个，我也很称赞它的方向盘哦，它的 M 版的方向盘原本就是一种我很喜欢的粗度，以至于说我后面在评判很多车的时候，其实我的标准都是这支。对，但有人会说哦。哎，你八四百的车，国产车卡路拉，多少钱而已？不是，我说的是粗度而已，跟你是国产车没有什么关系，好，跟你的出身价位都没有关系。你今天你是一个东方人，你的粗度长度跟黑人一样，对不对？那请问跟你出身有关系吗？没有吧？好，我们就单就粗度跟长度来讲嘛。我这样表达，你们酸民懂意思吗？那刚刚那个乳型的状况，你看其实跟我们之前试 DSG 真的有87%像。好，所以以至于我往后我每一次开这台车，我只要一发动，我第一件事我就 Sport 按下去，因为 Sport 按下去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它乳型感会比较消失，因为它转速会比较提升。那第二个是它会自动的连带的把你的自动停车熄火的省油系统也一并关掉哦。这是还有一个坏处，它的油箱它插的有够小，每次加满哦大概都只有40公升左右而已，它应该是50公升的油箱啊，因为你每次差不多灯亮啊，差不多去加都大概只能加40公升、39公升、40公升左右。然后一桶油大概开500左右，所以1公升这样换起来就大概是在10出头公里，但是呢很快就到了。你看你这样换算1公升，假设10公里啦，不要算10出头啦，我们算10公里就好了。那每次都加38公升、39公升，你等于开300多公里、400多公里，你就要加一次油了，真的很快就到了。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比较常在用这台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常去加油站报道，并不是它很耗油，是它油箱很小。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后悔，我如果当初买的是那个235吧，我可能现在我也许就舍不得买。我认真讲，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说有一台200多万，叫我等一下。其实我朋友100哥一直叫我等一下，然后我就急啊。人家端午节急的吃粽子，我端午节急着叫新车，结果买了以后，我真的没做功课啦。我认真讲，我没做，我就是被它外形吸引了。我真的认真回来，我才发现原来它是双离合器的自手排，这是我始料未及啊。就是那个厕所还没到就忍不住。那听过一个笑话啊，医生说啊，你有什么病吗？他说。我觉得很奇怪，我每天早上我准时8点我就会大便。然后医生说很棒啊，代表你的消化系统有没有很正常，维持很好啊。每天很多人想要每天早上固定时间大便都做不到呢。不是医生，我来看医生是因为我都9点才起床。我为什么讲这始料未及？哦，始料未及啊，对，始料未及。我可以讲到那边去了。所以其实这台车这一阵子以来，这两年以来，其实我对它的怨言是，坦白说是算少的啦。包含我老婆的怨言也算少的，因为我之后包括我中间，换了很多车，测试了很多车，然后让我老婆去坐，其实她都会觉得，她还是会觉得坐这个比较舒服。那舒服的点当然不只是它的椅子，
包含说它过坑洞的那个表现，哦，震动的调教，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嘛，她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她坐在车上舒不舒服，会不会觉得头晕想吐，她看手机会不会哦觉得这车会不会晕车，晃晃就会晕车等等。那基本上这一些指标性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所以其实对他的怨言是少的。那有一个就是风切声是真的，因为无框玻璃这个没办法，我当初也是杀到无框玻璃买的，我就是喜欢无框玻璃哦，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哦，这是宿命。不过真的底盘表现跟开起来操控表现、加速的表现，我真的会给他蛮高的分数哦。那第二个我觉得不好是因为他这时候我还太早买嘛，所以他没有那个三系列的，里面有很多画很多旁边的车啊、摩托车啊，全数位的那种。跟车系统，还有那个限速的那个，它可以侦测哦，速限80，速限90，它没有跟车系统，所以它的跟车我记得是半速域，然后只有跟速度而已，左右是没有的。那你弯掉它就是有一个震动跟稍微的修正，有没有？它现在有震动，方向盘会抖，但是没有跳弹声，然后它慢慢把你修正回来。所以你如果放着不理它，你就会变成像陀螺一样，你快出去，它把你修回来啊，你如果又不理它，又修回来，再修回来。所以它就是你方向盘还是要左右要自己控制，没有自重。那时候买太早不足，哎，你说买太早不足，我跟你讲，我听说我是听编导与朋友说的，他说这一代我现在卖会很好卖，果真刚刚说卖掉了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缺晶片的关系，他说他们现在的新的218GC 好像就没有跟车了，因为没有晶片。他跟客人说我便宜你车价几万块，我忘记是几万了啦，然后没有跟车，你要不要买这样？所以现在你去买新的218GC 没有跟车，我是听朋友说的，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好不好？底下可以留言洗我的脸，没有，我是听人家说的。OK 啦，我觉得整体的分数是高的啦，真的。这个少数边那边这个椅子少数是让我觉得坐得很舒服的，包覆性，而且它包覆性可以调 M 版的椅子，一定要买 M 版的椅子。哦，它这个多了两片，价格不变，这个是可以调夹紧跟分开。哦，然后还有我们上次去看胎抗，它那个干啊要花很多钱选的，18项，7749项，哦，啊要加钱选的，这种加长型的符合腿型的一个座椅。哦，对，这个系统不好用，我之前有讲过了啦。等一下我可以带你去看哦，他还跟我说有铁路，我们公司门口那个铁路，等一下我们经过就可以给大家看。我们那边店门口有没有铁路地下化？应该已经10年以上了吧？为什么到现在他的图还有说有铁路？这是10年前的吗？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哇，对不对？真的啦，那我觉得就不方便啦。然后连接手机啊什么就。Apple CarPlay 那个都有啦。哦，对，我当初买我还有2年以示全险，应该快到期了吧，还有2天就到期，时间过真是快哦。阿泰，2年的时间改变很多事，2年之前你还有女朋友？对，好，真的哦，真的，所以现在你还是偶尔哦，你还是很关心他，路上看到有出殡的队伍的时候，你都会看一下照片，看一下车头放的你2年就这样过了，你能想象？你敢想吗？对，很快，很快哦！一切犹如刚发生的昨天的事情。然后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初5000公里的时候掉了一次车嘛。哦，那一次其实我是有一点维持的啦。你记不记得他电话中，我们那时候台中找方旭勇教练，对不对？对对对。他跟我讲说第一例什么什么，然后其实我后来加到这个群组里面，有没有？其实很多根本就不是第一例，好不好？有人还比我早发生呢。那时候的处置方式也很奇怪啦，我回去他是说他帮我更新软体，对不对？但是呢，有些车友回去是说帮他直接换整个电脑，跟我一样的状况哦。然后有人回去是换整个电脑，我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样干啊，明明就有帮我换电脑，然后说没有，我帮你升级。哦，也是有可能的。哦，我不知道哦，好，这是我猜测，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有不一样的处置方式？那阿呆站在你立场，你觉得是有被换电脑比较好，还是更新比较好？更新吧。你觉得更新比较好，为什么？至少没有换东西啊，感觉起来比较好啊。哦，所以我不知道啊，反正当初有这样情形发生，所以对这个事情有点维持在啦。
好，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如果大家需要一台 BMW 的代步车，我觉得买新车也还不错啊。其实你前几年你还可以蛮确定、蛮精准的算出说你要花多少钱在这台车上面。好，一个就全险嘛，然后一个就是保养嘛，然后一个就是税金嘛，这样你都算得出来。前几年保护期内基本上没有什么钱需要花的。哦，有一个啦，我很不喜欢的，现在我停车我才发现 ，Auto Hold。好，他的 AutoHold 我之前分享过了，很多车友也都跟我一样的状况，有人说他就关掉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AutoHold 对不对？看，我们开到停车场，我们准备停车，我之前也分享过了，就是你每前进放开油门踩刹车，然后你要准备要再倒车的时候，哎，干被锁起来了，然后又前后你就一直被锁，所以人家说啊，就关掉就好了嘛。可是通常那种感觉很讨厌，就是你会忘记嘛，所以你当你开第一次的时候，然后你要倒，哎，干走不动，啊、靠背被锁起来，然后你才知道按。他每一次都这样，就啊咋，因为真的会忘记。好，就是这个 Auto Hold， 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宾士那种身材就上锁的那种做法。看他的铁路平交道，前方平交道有吧？讲了啊、哦，前方平交道，来，你拍前面，前方还有平交道。这可能刚好我这条路有遇到的状况啊。那个铁路出来了，有铁路出来了，有没有？其实就是铁路之前是在这里嘛。自行车道这里，现在变自行车道。过去，对，现在过去，对啊，会有个隧道。以前是走火车的，它地下化了。讲都几年的事情了，现在在跟我讲平交道。好了，哎、欸，这个小小的舍不得啦，就关箱了。这次的关箱也利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开这个车两年来的一些心得。那要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让我们再继续做这些，能够有更好的流量。去买这些车回来跟大家分享，下次见，拜拜。我刚有传讯息给我老婆，跟她说卖掉了。我看她说什么，她会说卖掉很棒啊。哎，连回都没回。好了，没关系了，就卖了，就别人的，不要再给人家玩。下次见。关箱啊。Ultra Dash Z 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